大家好，我叫王清月，我今天要演唱的歌曲叫做在水一方。谢谢二十四号歌手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评审老师的打分情况：9.49分、9.6分、9.68分、9.7分、9.7分。好，我们感谢评审老师。现在呢，我们也请谭伯年老师来为您点评一下。好，二十四号歌手啊，您声音很甜美，您声音条件很好的，声音很宽啊。你是用美声的方法在唱《在水一方》，那这个很好，就是很多通俗的歌曲其实可以用美声的方式去表现哈，另有一种表现的这个韵味。那么声音很甜美，我觉得你有很多优点，
他有很多优点的，他很注意呼吸，注意呼吸的支持。但是呢，我给你建议的第一点就是你的呼吸的支点的点子还不是很清楚，所以因此他声音听起来有点散，那这个影响了你的音质的美和音乐的表达。第二点我给你的建议呢，就是你当往高声去转换的时候，因为你是唱美声嘛，对吧？你用美声方法唱，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声音的位置的转换。你是靠着嗓子在那里硬转上去，也就是没有转到头声去，你明白吗？因此你就显得到了高声去有点怎么样，有点音乐的表现啊，力不从心啊，会有点这样的哈。你会学得很好的，很好的条件，继续努力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谭老师，谢谢。也那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你的最后得分是9.66分。好，祝贺你，谢谢。